拜。好，有了有了，这应该有了，我打错了。村民上面。哦，有了有了。我打错了。交易所上面有了。打错啦。有两个儿。哎，我吸他们的经验吸到21等哎，好多。哇，去付啊，去付！你现在很重要，准备附魔。你超重要，不要。成为我们的附魔战士了。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办？去附魔啊！干嘛救命？你赶快吃饱，你赶快吃饱，给你吃，给你吃，给我吃，给我吃。哥，你不能死！哎，有人在我们的附魔台上面下来了，摔死了。死了，好，我赢了。摔死了。摔死。那现在哪里有青金石跟那个搞要附魔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青金石给你，哎，直接来挖，直接来挖。哎，我的东西都不见了。啊，搞的很多很多。两下，哎呦呦呦，这边最上面那个可以拿搞。移形换位。这里可以回来，这里上面。哎呦，对对对。哎，下去，为什么？好，东西不见了。什么不见？为什么不见？嗯？你的效率高吗？对，小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捡到了。嘿嘿，小雨，你卡在空中了。22等哎，怎么办？我还差三等，哎，不是差一等哎。所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啊。再吸自己家的巧克力。哎，好，我就吸你家。你不要打我，你不要打我。什么？好用的。什么东西？这里。可以好用的。后面。加两个哦，阿尔，加两个。这边。看上面。哇，就会。我先进。家里需要人哦。有两个哦，丹丹，我家里吸到25等，二楼的小心，二楼的小心，他想空降是吗？那就打他，打他屁屁，打他屁屁，他想逃，想挖，变重，他想逃，还有吗？没了，再加一次经验，乖。我在核心旁边吸经验，吸到15等。哎，家里效率三的狗被干走了哦！我在楼上啊，快救我啊！不要！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保护你，效率，你快跑！哦，我跑！好感人！哇！快跑！哎，加！加！不要吃东西，先打！加！他怕，不能让他。你刚才狙什么？先让他加油啊！加油吧！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牺牲小雨。哎，家里，等一下，我在抠脚。不是，听我解释。哎，我刚讲。猜我在哪？哇，火焰的。哎，没有狙击死了，谁有？擦一下。没有，被顶到。阿尔挖一下，金银石哪里有？中间箱子没有吗？家里有，两个，好凶哦！有，还有一个。好了，好，结束。哎，莫加，五加，哎，他们还给我们面包哎！来，外面很多胡萝卜。好，超级混乱。哦，小雨，你 O 不 OK 啊？我也需要清理。他给你那个了 ，ID 了。我看到繁星被传到二塔去，我还在抠脚。有人脚？不是啦。啊！我要打他的时候传走了。没有啦，因为脚有痒痒，你知道的。你看有人回来了吗？我不太知道。你回来了。对，我就是重开了，现在顺了。想走，我每次都会跟巧克力的网络通道哎。想走，不准走，擦一下，干掉。连巧克力的伺服器会冲到网络，然后就会很卡。会被扫到，会被扫到，呜呼！一换位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合成台啊？对面弄的啊。全世界都是合成台。换位，一上，团上。巧克力撑住，要撑不住啦！我来了，家里，哎，没事，好，我只挖到一下，好难过，好多珍珠哦，天哪，珍珠各种挖，哎，对了，那个云月，你有拿旁边的箱子吗？旁边的箱子，嗯，哦，你刚没有拿到，有人没丢过，笑他，哈哈，哇，哈哈，哈哈，
呼哇！整理箱子他受不了啊！他要整理他的头啊！整理他的头，他要整理他的思绪。哦，小雨，你那个也可以挖，哇塞！我就跟你说，我现在顺了，真的不虎不虎。你凭什么可以挖？好六好六，好六！哇，你挖好多下哦！家里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欠揍。好，回家啊！顺了，不用担心，可以下去第二波啦。我要下去。哎，好，一起。正常啊，我们家。哇，好多人，一起来，开 party， 在他们家开 party。party 要在哪里开？在他们家开啊。欸、我付了那个十把效率二，然后三把效率一，然后他们在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他们在自己人打自己人啊！笑死！这里，啊效率三谁要啊？效率三最猛的那种。我有效率二哦。好，我去拿效率三。他们防守的自己人打到自己人。你不要丢了、哦，你应该不会那么蠢吧？把铁带走的人自杀了。然后我箱子也团团好啊，刚有一个初音造型的把铁带走，初音造型的，好，我们宝箱藏宝箱要藏好一点，没有，我们那个十把效率二都在里面，不要被干走、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不需要靠铁啦，不需要啦，直接过去啦，消一上啊，不需要。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可以上，上喽！第三阶段啦！为什么是那么久？我没挖到，把他们家当自己家开 party 喽！鸡二，不要二了，不要二！谁有铁？没有人有铁，铁都没了，铁都拿走了。死掉复活就不饿了，死掉复活就不饿。好聪明哦！不能死啊，26等啊！不能有一把是效率三的。可以，我又挖了很多下。哇，还有幸运一耶，哇，好爽啊！我也有附到幸运。效率高，幸运。那你拿去挖那个啊，绿宝石或……你是附到幸运还是倒霉？倒霉。可是，谁啊？我也要。如果你附在核心稿上面的话，就是倒霉。就真的是倒霉。有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是我饿了，白痴哦！你饿到受伤了，看你也感觉蛮饿的啊，你是饿到头有点晕吧？也太饿了，超饿！不用啦，哇，应该上了，哇！开 party 了，开 party 了，在他们家开我们家的 party， 挖铁，挖铁，我觉得我要去挖铁。每次我你那把效率三还在吗？没有，用掉了。等一下，我们需要加码。加码，好。加码，我们这边才92。啊，怎么太高了吗？先帮他们加。大家冲一波，大家冲一波了。有，加50。你跟着我，放心。有人说太高了啊！有人说太高了，我们加码就好，不用减码。八七哦，不用减码啦，加码就好，不用减码。凑个整数嘛，凑个整数87。八七，你的八七。这边也八七好吗？这边也八七，大家都八七。啊！点名，珍珠回家，回他们家也可以。绿色他哪里都不能去的话，我们就赢了嘛。中立生物之山，这个人要有人在看我们家的宝箱，他把效率全部丢掉了。他偷走了，一定要干回来。没有，不见了，然后直接丢掉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亏我付那么多哎。那你放在那种地方，那了。我们要放在比较隐秘的。我获得指令方块，我获得指令方块。不要拿指令方块呀！怎么会指令方块？为什么指令方块？我不知道，我杀到哈奇就获得指令方块，杀了哈奇。这一定可以弄出一个好指令。哇，你们开趴了！哇！开挖。然后加力两个哦，从中路哦，注意哦。怒气值增加了，欠揍。
还在挖。挖，今天挖，今天挖，今天挖。出来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，他没有在看我。家里。啊，没有，他在打你。打死。嗯，哇，好多，他们家好多人啊！我等一下再过去。不要卡我。他们家人太多了。对啊，他们家人超多了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其实我还活着。我也不知道。他们一直砍到自己人。对。超可爱的。自己人，别乱打。自己人，别打，别射啦。自己人啊。哇，红萝卜贩卖场哎，好猛哦。想吃多少就有多少。对啊，这个是因为我们租借地给地方，人来了，社会给我们的概念。对啊，好猛啊！我们自己人种的红萝卜啊！哎，拔起啊！不要！哇，你又怎么了吗？他掉下去了。没有，我想说让大家看看下面的风光。点击。血鸡应该直接是烧死了。血鸡，先去截鸡。不是血鸡，根本打不到啊！哎，不是，这个中央不是岩浆吗？被掉下去了。就要靠公社啊。可以盖过去啊。看哪边有哦，对哦，可以截鸡耶。截鸡。哎，家里，我不在家。小雨。小雨。不要，小雨，哇，痛！小雨。我刚才放东西。小雨做事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人？哎，我有效率稿放。哇！不是，你放那个。等一下。对对对，我旁边。好，OK。放一只。让我再去吸个经验，我快30了。哦，没有，知道我在这里。哦。我在家里砍，能砍到快30的。因为他其实是中立生物。哈利。操你！你说他得到东西吗？痛！扎你会不会拿到东西啊？痛！不会啊，好吧。在摇头。哎，对面在砍解鸡啊！对面在砍解鸡。解鸡？解鸡的效果是什么啊？就是总理生物。不，靠呀！哎，被解鸡了！被解鸡了！交易所关闭了。吸一下经验值。我要封印了呀！我可以拿铁剑揍我。他们怎么可以拿铁剑揍你？怎么可以揍这么好？好羡慕哦！他刚一开始还跟我对看两秒。哎，你快死了！你知道你这样会那个哦，小雨你会。摔死了！而且你的死算在我的头上哎，你知道我还扣，我还被自盲。谁那边有铁？谁有铁？没有。我笑你啊，自己而死啊！哎，波西，我没铁要。你那个等级要30了吗？我二波回血量了。你要铁吗？我刚打他们有打到铁。我来引诱他们出来。我要很多铁，28等了。哦，没有，真的已经了。我阿二，你在家里？哇！他不要趁热，巧克力。哎，他在拿东西了，他又在拿东西了。好，上。让我卡死我。最烦，他在弄我。走。你没被打过你。哎，有人在看我。那我死了。叫你妈来哦。叫你妈妈来哦。叫你妈妈来哦。严重，不给妈妈就捣蛋，不给什么？公傻啦！你是人家的妈妈，莫名其妙啊！哦，没来呢，他们都各种打到自己人，超好笑的。他们手加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，很超多人手加的。哎，有人来进攻，有人来进攻喽！不用怕，我们进攻回去。什么？哎，别点名，珍珠回家，珍珠回家！哎，有个八七，我没有中。哎，原来有人进来了，杀掉！有个八七，点了。啊，有了，长驱直入。我在他们家。被打了，不要打我！哎，行，给谁嘞？钻在哪里？对啊。
生气了，生气了。误打误打事件，误打事件。打手机啊！宝箱都只剩红萝卜了，没有那个了，没有搞了。我也暂时扔地面。好，不难过。来哦，香菇。本来吃香菇吧你。高星星。高后了。为什么要？你为什么说这种话？难说。香菇。会。手加反死。走走走。欸